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白衬衫那个，全都是白衬衫，你到底说哪一个？啊？最帅那个，全都是背影，能看出来哪个帅才有鬼啊！不是我说啊，陆浩华，你审美我可从来不信，你说帅的那一定是丑爆。 这个新生真漂亮，校花级别，还是学霸呢，要不然能是咱们这届的新生优秀代表吗？对哦，哎，你看她裙子，是不是挺贵的？名牌吧？还是名牌呢？对，这多少钱啊？真好看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啊，你去吧。啊，你看咱们学生安排的又新了啊，感觉不错。一会儿叶老师好，不错。这次军训的任务比较重，就是叶林学长。 大名鼎鼎的叶林学长，他入学首训那天，在学生处，我看到他我就……嗯，你干嘛呀？喂，不是说我眼光不行吗？别看了，口水擦擦吧你。花花，是他。主任，来，好久不见。 叶林学长是我的小圣条，这是我的，凭什么是你的？你有票了吗？你有成绩好吗？我们成绩不是一样的倒数吗？那你我推一推成吗？夏雨宁，哼，不生气，不见。万一学长不喜欢你呢？不可能。那万一？ 学长有女朋友了呢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不会有的，我出现了他才会有。夏雨宁，你脸皮可真厚。沈真，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快了。下面让我们有请优秀新生代表沈真同学致动言辞。 就算前面几项我不如你，可有一项你绝对会输我。哪要输你了？我可是校级短跑冠军。等一下典礼一结束，我就冲去告白，抢在你前面。行啊，你陆画画，没想到你这么阴险啊！各位尊敬的领导、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杨薇，你想比我快，除非你现在就去告白。叶理学长，跟我过来。叶理学长，叶理学长。 不喜欢你。